天气好热，到海边戏水，清凉又消暑。而基隆和平岛地质公园内的戏水池一直备受游客喜爱，但戏水高峰期人潮多，要如何确保游客安全？现在水位200公分，各位家长不要让你的老朋友单独下水，不要让你的小朋友单独下水。救生站广播提醒家长不要让幼童单独戏水。另外，夏天每天安排5到9位的救生员，全场紧盯着现场，还有救生员走动式查看，一旦发现有状况，立即通报处理。就会如果看到这种单独没有家长陪的话，我们就请他上来。过来啦！那每个人都坐在这边都盯着海上看，很专业，而且我对这方面不内行，不过看到他们很用心的在这，不会说有。不在这边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所有的池子我们都会配有合格的救生员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会有重复式的一个目视的那个范围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另外配有机动的走动式 的那个救生员。无呼吸，无心跳。无呼吸，无心跳。来 AED。CPR。帮我拿 AED。OK。来帮我打19。来，压额抬下巴。上方呼吸道，来，不要过去了，不要过去了，这两口气，开始实施按压。业者强化救命利器，救生站配备3处的 AED 设备，救生员每年定期举办教育训练，让新进救生员能够熟悉应变流程。园区的就是救生人员也都做过非常严格的训练。那比如说他们每半年啊，我们包含他们以及我们公园自己的伙伴都会做教育训练，来确保大家都有相关的知识以及认知还有素养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整个公园的设备啊也是有比如说3台的 AED， 然后我们也有非常完善的急救箱，那可以在第一时间如果有游客真的受伤或发生事故，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做紧急的处置，这样子。那就是公园希望透过这样的管理方式呢，去做一个比较完全的降低我们这些水域安全的风险。在开放式水域环境戏水，民众自身要有警觉。和平岛公园透过各项措施强化戏水安全，也达到6年以来园区戏水保持零事故的记录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